这个山呢，他们部落称为美人山。你看有没有像一个人的侧脸，然后它是横的。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欢迎来到我的跑步日常。那今天呢是1月13号礼拜五啦。不过呢，大家看到这支影片的话，应该是过年了。那在这边先祝大家新春愉快，恭喜发财，兔年行大运呢。好，那现在我站在这地方呢，其实也是一个很容易被大家忽略掉的一个景点哦。这要怎么说呢？当我们过海洋公园的时候，会看到左侧有一大片蔚蓝海岸嘛，然后没多久就会进入到一条长长的隧道，那一条隧道叫跳浪隧道。过了跳浪隧道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到这一片盆地里面来嘛，这个地理结构我们称之为盆地。然后刚刚那个蔚蓝海岸就会消失，在视觉上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落差，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很少在这边停留嘛，就会一路一直往下。那下一个景点也许就是番薯窑跟断崖那里，要不然就是巴西瞭望台。因为长久以来啊，这边游客就非常的稀少，所以这个幽静的氛围刚好就符合我个人的偏好了。那这里到底有什么好看的呢？没错，今天就要带大家来认识这地方。这地方是哪里呢？这里就是水源部落。水莲呢，其实是源自于阿美族语叫吉威迪岸。威迪其实指的就是水质啊，所以吉威迪岸就是水质很多的地方。当然也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荷兰人来到这边看到我们美丽的村落就脱口而出讲出这边叫做西比里岸。那西比里岸就是美丽的村落的意思，这是另外一种说法。那为什么会有水莲这个莲呢？其实来自于那个清朝的时候我们以音译的方式把这边翻译成水碾，那个碾那个字有点冷僻字一直到日治时代的时候才把那个碾更名为莲这个玉字旁这个莲这个字，从此呢就一直沿用到现在那今天的行程我会怎么安排呢？今天总共会带大家来走访三处景点。第一个地方我们要去海边，那个海边其实严格来讲有点普通不过呢，我个人推荐是那边的一个水莲溪出海口那里，那边也是一片湿地。我过去曾经在那边看到很多水鸟在那边出没也是他们其中的一个栖息地。那第二处景点呢，我会带大家去找一个叫做头目岩讲石的地方。那个头目岩讲石其实有点突兀，它很奇怪，它就刚好矗立在我们的田中央的位置。它那个石头的材质我感觉上好像是一种火山岩。其实那地方也是我们的所谓的水莲遗址的出土处在那边也挖掘出一些2000年以前的一些所谓的生文陶文化啦，这跟我上次去那个林顶遗址那边的那个时间点有点相近。那据说神文陶文化应该是那个阿美族人的先祖啦，曾经在那边生活过。好，那最后一个景点呢，我会带大家去找一个叫做牛山忽亭的地方。那讲到牛山忽亭也许大家就不陌生了，因为那边有一个美丽的海湾嘛。那只是说离这边有点远啦，大概估算应该是5公里上下。好，那就先这样子关于水莲的部分我就边走边跟各位聊了。好，那就事不宜迟，我们就出发吧。这个路口呢，有在看我频道的朋友应该知道，这边进去是往米站古道嘛，在2年前多的时候跟 Michael 来走过一趟。那个水莲村以台11县为界，然后分成两头，一头是海边，一边是山边，这个就是台11县。这个水莲村呢，基本上人就很少了，所以它就是偏乡，总人口数也许不到1000人。我们要往这边进去，这边就可以到海边了。这栋建筑物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叫做吉赖猎人学校省政府粮食局，应该以前是一个粮仓吧。Hello， 前面有一个民宿叫基尾堤岸民宿，指的就是基尾堤岸了。几位敌岸，其实花莲这边的很多部落都会独立发展出一些所谓的观光产业那个部分，然后这样子的一个部落体验通常会跟那个旅行社结合了，然后就由旅行社来统筹规划，再把人集合在一起。哇，这个水莲过桥我觉得很酷，这个必须要走楼梯上去。首先来跟各位介绍一下八哥那个字牌。其实它那个不规则的造型指的就是石头了，这代表了什么呢？这其实是代表了沙奇莱雅族的一种图腾象征待会我们会去看它那个祭典广场。那我们先上去看一下那个水莲国小。
好宁静的国小，我超喜欢这种国小，水莲国小。好，那我们往这边走。前面就是水莲溪湿地的，这个湿地基本上一直保持很原始的状态哈。哦，你看，这是水牛，我刚才踩下去差点就陷下去了，前面那个是烂泥。水牛一直朝我这边走，哎，好可爱。Hello， 超可爱的。哦，好可怕，我赶快走。那我从这一头绕过去，就不用走原路了。下一个景点会带大家去看那个沙奇拉雅族的那个祭祀圆形广场，要来跟大家介绍这个东西。你看那个叶子旁边会有一些刺，叫做林头树吧。走这边要翻过人家的菜园。哎呀。好，我们走上来了。原来这个叫光明桥。其实花莲的天气变化非常的大，早上出门的时候太阳很大，然后现在你看，我觉得啦，再晚一点可能就变阴了。前面就是台十一线了，我要在这边右转。这边是往北的方向啦，大概应该还要再走个150公尺左右。左边进去呢，可以到那个以前水莲国中的旧址处，你看，好，然后这个广场在前面。前面的圆形广场就是属于沙奇亚雅族哦，然后将环绕了一个半圆，总共有
八颗大石头，这个石头上面都有刻两个字哈，然后其中在中间这个地方写的是火烧，它上面有一个图腾。那为什么会是写火烧呢？因为沙西赖雅族所敬拜的就是火神啊。不过这个火神哈有一个典故，因为在达古湖湾事件的时候哈，吴光亮那个军队哈是对沙西赖雅族哦进行那种火攻了。所以他们有很多族人就是在那一场火攻当中阵亡，所以火神就成为他们这么长久以来的一个传统祭祀。那虽然说水莲这地方是以阿美族为核心，不过也有混接我们沙奇莱雅族人。那我们要右转上去，会经过那个以前的那水莲国中啦。对，那水莲国中在地图上面是写化人国中分校。好，我们要去找桐木岩讲石了，从右边这边进去。这个桐木岩讲石哈，没人带还找不到了。其实我来找了两三次。这个水林国中听我的老师朋友说，是以前是专收那种需要感化的一些青少年。前面就是美人山了，这边广大的草原哈。那我们要去的地方就在前方的位置，远方。前面出现的岔路喽，哦，其实是一个三岔路，这个一定要跟各位介绍。我先上去讲一下。好，你看这边有很明显的两条产业道路，这条比较没有人走，啊，这条就有铺柏油了。哦，那这条是可以往哪里呢？往那个叫做水莲尾山，海拔500多，这个我可能要找机会再来挑战。对，还蛮有兴趣的。好，哦，然后这里没有，这里我走过一次。走到尽头就是人家的芭蕉园了。对，我在那边有拍过空拍。前面要左转，走到田里面了。那今天我所造访的一些景点哈，我都会用坐标标示出来，放在底下说明栏。好，然后从这边进去，因为没有人走，你看草都长出来了。我们到了。这个是它的后方。好，桐木岩讲石，这个石头的材质很显然就是一种火山石嘛。在久远以前，我们水莲部落这边的桐木会爬到这个石头上面去跟族人讲话。那为什么叫岩讲？或许桐木会讲一些大道理吧，就像是岩讲一样。然后这个地方基本上不太会有人来看，那我今天来报道之后啊，好，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来这边参观一下。不过我觉得如果来的话要抱着崇敬的心，不要爬上去，然后也不要去破坏这边的一草一木，这边的石头都不要去破坏，更何况这里又是水莲遗址的所在地。上次去林顶遗址找的时候，它是介于2000年到4500年之间啊，一般我们考古的年代鉴定就是你挖出来的那些东西，然后去判断，它就是有一种叫做生纹陶的一种陶片，其中还有包括那个玉簇。那有一部分的学者是认为，这2000年到4500年的在这边生活过的足迹有可能就是我们阿美族的祖先啊。如果这样看起来，阿美族的祖先其实很早很早就来我们台湾这边定居了。它靠海嘛，所以阿美族也被称为海的民族。告别了桐木石，我们往下一个景点去。那现在的行程来到 5.1 公里了。那从这边走到牛山湖顶的话，大概估计是5公里啦。那其中有包括 1.2 公里的下坡，下去没问题，上来就很累了，要爬 1.2 公里。最近的影片我安排的路线行程都还蛮长的。上次是走那个马太鞍，全程18公里。那今天如果全程加起来也会超过15公里。别看我这样拍片也没上上下，不过我这样子部落巡礼
这种路程走起来也是很累的。这个就是部落的生活了，快乐的唱歌。吉赖猎人学校，哦，原来他的总部在这边呢。吉赖意思就是猎人呐，吉赖，好 ，hunter。这个叫水莲南溪，刚刚那个水莲北溪吧。左边比较凉，我不能一直跑在右边，太热了，过去了，凉爽多了。有人在问我说，我那个片尾哈，有一个地图的一个行程地图会在那边跑，其实那个不是 Strava， 那个是属于 Garmin Sport 的 App 里面的。Garmin 有一个 Connect， 那个 Garmin Sport 你要另外再下载啊，跟 Garmin 的那个账号是绑在一起，所以当你上传数据之后呢，它同时也会传到那个 Garmin Sport 里面，每一段记录下方都有一个影片让你下载。又来到了太阳下面，哇，热起来了。我还是选择徒步好了，现在缓坡大概有6度的坡，保留一点实力，或许后面还回来之后要用跑的。好，我们看到牛山海湾了，前面下去就到了。现在行程来到9.36公里，对，估计的差不多了。前面是一个凉亭，也是公车站。这边的一些入口装置艺术哈，都是他们的主人纯手工打造的，我就是特别喜欢这种风格了。哦，好，那往这边下去了。从这边下去还要走1.2公里，好。为什么这边会被称为牛山呢？因为以前水莲这地方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放牛区，所以这边有一个叫做水莲放牛班，还蛮有名的。这个牛山为什么那么有名，也是因为得于它有一个很漂亮的美丽海湾，然后同时呢，牛山湖亭的那个民宿餐厅哦，它也设计的非常好看。这边的弯道都是法家弯，下去没有问题的，上来就累死了。各位朋友，如果要开车来哈，如果你的车子性能不佳，我就建议不要下来。对，这个蛮陡的，哇，这边水都流下来。这底下那个水应该是雨水吧？对，因为这几天我们花莲连续下了2天的倾盆大雨。到达了第一个民宿餐厅，看见美，哦，那个看见美，刚才在那个水莲那边也有一个，哦，那应该算是一个水莲地区的连锁，哦，来，稍微给各位参观一下，自然风，好，我们继续往下走。Thank you.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民宿餐厅啊，它其实是不开放让人家进去看的。那如果要进去的话，要跟他买门票，100块可以抵消费。那这个入口处就设计得很可爱。记得我刚来花莲的时候，我有进去过3-4次的。有个好地方叫牛山湖体。好，我们到海边去看一下吧。这边的海岸是属于沙岸，跟那个七星潭那边北边的那边的砾石岸是不一样的。哦，这边呢就是往水莲的方向，然后这一头呢过了这个岩石的后方，就是要往基起的地方去了。好，我们回去了，回去水莲部落了。现在距离来到了12.2公里了，我还要再走5公里回去，这个加起来是17公里吧。那今天影片就在这边告一段落，如果喜欢我这次的影片的话，请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如果想要知道我跑步日常、花莲生活动态的话，就 follow 我的 IG 哦。很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运动愉快，天天平安、健康、快乐，新年快乐！我们下一个影片见，拜拜。